之前没什么关联，现在呢就是实体店我自己不做了，不开了，然后很多的这个货呢积压在自己家也放不下，所以呢到这个现在不是经济复苏嘛，然后呢大家都过来出来这种摆摊做生意啊，但是就是人流也挺大的，然后也增加一下自己收入也挺好的。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能相互理解，其实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下，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能理解我们，真的不容易。因为我是属于创业失败，有的是因为疫情下岗，有的是没有工作，我希望能多给他们一些生存的机会，我希望多支持他们一些。